了吗？揭穿。哇塞！其实他也撑不起来的，他那么瘦。我这个是 M 码，罢了。就这样了，好了，等一下再去拍一圈，没事，图景也行，就这样了。有在拍视频的吗？对，反正回去他还要处理的。嗯，还要回去处理。后期处理也是自己处理吗？我跟其他人都有在拍。装房了，那你就是有吗？嗯，可以了。暗红色的吗？对，红色的。